到停电的时候，你有选择；当你遇到不讲理的老师的时候，你有选择；当你遇到父母无法沟通的时候，你有选择。你可以选择要感到生气或好奇，你可以非常愤怒地认为自己是对的，为什么没有人理解你？但你也可以对这件事情感到好奇，你可以去思考，为什么这个人会变成这样子？我总是对这个世界感到好奇，这个世界上永远有大量有趣的问题等待着被解决。我是涂嘉和，参加第45届国际技能竞赛资讯技术之类。